伤补偿，事业更健康。复查能够改变现况，帮经济全面健检，才能对症下药，制定有利政策哦。4月15到6月15，普查员附带普查员证，至受查单位函进行访问，各资绝对保密啊！工商普查来相挺，台湾经济一定赢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。这里是东明广播电台 FM98.7。